You've been on my mind lately.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baby, that you make me feel fine when you got your hands in mine. You've been on它总共有两个房间，你就在这边，应该都是要打地铺。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另外一边，一大窗户，这个格局好酷。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被子，会过敏的感觉，因为放蛮久了。哇，这一间的窗户比较多，客厅的那个布掀开来了，哇，好赞哦！这边有一个客厅。但是没有电视，然后这里是餐桌的部分，跟真正的厨房那边，这边竟然还有一个房间。哎，对，我刚刚在想厕所在哪里，原来在这边。哎，这边还有床，你好过分哦！你要去那间哦？那我跟你一起睡。还有吧？还有把门打开，这双人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浴室的地方，这个是盥洗的区域。然后这一边呢是浴缸跟淋浴间，还有一个洗衣机。马桶的话在这一间。原本是要去吃 Bills， 但是因为我们是订4:30，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想说算了，那就去吃别间。想说先吃一个甜点类的，然后晚一点再去吃牛舌。然后等一下应该就是在元素表参道那边逛逛，因为其实我没有想到我们搭早上8:00的飞机，然后到这边真正要出门的时候，竟然已经要4:30-5:00了。推荐大家把这个西瓜卡放进手机的钱包里面，因为我原本以为一定要你有买过这个西瓜卡才可以把它放进去，但其实除了你可以把买过的存进去之外，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买，然后也可以加值。然后我们刚刚临时改变了计划，就是原本要去元素那边，但是因为大家都太饿了，想说直接去吃一个咸的主食，所以我们打算要去新宿那边的百货公司楼上有一个利久牛舌，因为我们之前很爱吃的。牛舌绝对是要吃的，根本不用怀疑。我们顺利的没有排到队就进来了，超级饿。哎呦，牛尾汤真的是很好喝。对，这个还有山药，这个是正常大家都会点的一个盐味限定，比较经典的套餐。没错，但我现在觉得我要吃顶级套餐。他刚说这个蛋是要打进山药泥里面，然后再把它一起拌进饭里面吃。看起来高级的牛舌，但其实看起来跟大家的根本没有差。可是我觉得有差，我们来比一下。这感觉比较厚，然后比较嫩一点吧。我觉得我的看起来比较好吃哎。确实，可以不用点什么 premium。有记忆中那么好吃吗？好像没有，说实在。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汤跟记忆中味道是一模一样好喝。我觉得还是蛮好吃啊，跟我记忆中差不多。它的米饭是很粒粒分明的那种。那边的朋友，说的有一种喝醉的感觉。我们刚吃完牛舌，就在那间百货公司逛，然后现在出来外面这边这一间新宿超级无敌大的 Beams， 一整栋都是哎、欸，这什么姿势？
一栋它其实衣服不是很多，反而蛮多那种小物，像小杯子啊，甚至是有家具等等的，然后衣服就比较少一些些。不过他们有一个那种就是 Beams 的日本支线，坐好像就是为了要看那个来的。苏今天早上去买的炸鸡，我每次都买不到哎，开心。不是说说的，你要苹果汁吗？好啊。冰岛，那我爸爸吃优格。早安大家，我们终于睡饱了，我们今天要去吃天妇罗。那个天妇罗是1988年就开了，它是超级老店。对，因为它评价还蛮好的，4.4颗星。我们从我们住的地方走过去只要1分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要快到了，就在前面高七，它是超级老店。它叫高七哦，就是 God7。嗨，我们是代班主持人，这是我的搭档 Mara。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地方，是号称开了5代目的一个天妇罗，已经讲超多次了还要一直控制。那你今天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累。这里有两个人在拍摄影作品，我现在要用苏的底片机帮他拍照，成品不知道会如何，总之就是先帮他拍就对了。来，我们来把这一路记录下来，如果真的有错的话也可以骂他。欸，他可以再拉进来，我需要对焦一段时间。好，一二毕业，一二三，完美吗？你要破片呢。哦，没有，没有，没有。每次旅行的意义就是为了拍出美好的照片。天妇罗套餐好像是跟就是把炸的跟饭分开，然后天洞好像就是把炸的放在饭上。我们来这间店超酷的，他感觉排队都是日本人，目前只有我们一组观光客，然后还5个人，超多。他有放脚脚的地方，我喜欢坐在这种地方吃饭。我们点了一个天妇罗跟饭分开的组合，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天洞，就是他把天妇罗放在饭上面。其实我不知道差别哪里耶，等一下送上来再看看。然后还点了一个这个牡蛎，不知道好不好吃。刚店员就说这个套餐可以来3次，有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先沾这个3个味道的盐，有一个是一般的盐，然后另外一个是绿茶盐，然后再一个是咖喱盐，然后沾完之后再沾这个天妇罗的酱。嗯，好好吃哦，我有那种很油腻的感觉，我觉得算是很清爽的天妇罗。它的面衣是那种薄薄的，不是那种很油然后很厚的。我的这一份炸的这个蔬菜是白萝卜，我还加点这个生蚝的天妇罗，然后它这样子是500元人民币，超大颗，超好吃。我不敢吃这个，但它炸过之后，它完全没有腥味。バナメンシュリン、ソフトシェルバナメンシュリン、エンジェルシュリン、バナメンシェル、これ、熱い、too hot。我的这个炸物呢会补充3次，然后它的炸物会补充4次，超多。重点是它超便宜的，就是我的这一份好像是1800日币，以这么多天妇罗来说真的超便宜，4次的是3000元。但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有一些很厉害的东西。妹妹的那一份里面还有一个这个，真的，而且它都已经是一份的量，还多一个海鲜煎饼，好像才2000块。这一间的 CP 值很高。 Hi Daniel, Rich of Lotus Canola FlowerThank you. Next order. 你吃完之后，哎，怎么盘子又满了？感觉对，永远吃不完的感觉。这家东西又好吃又便宜，量又超多。我们刚刚吃完饭，然后回去放了一下东西，现在要去 Shibuya Sky， 就是涩谷的一个可以看风景的地方，最近超级无敌多人去的。它好像就是有一个手扶梯，然后会是透明的玻璃，就可以站到那个手扶梯，然后看到整个涩谷的风景。我们是有事先订票，然后那个票是2:20的，现在过去算是还蛮刚好的，超级期待，因为今天天气很好，而且这好像是我们来的这几天里面天气最好的一天。
kind of chew up before death, okay. Okay. Safe from danger, I'm no longer a remainder. Want to return the favor. You tell me I don't need to, I'm set free from misbehavior. Now I start to. 我原本说这里会跟101长一样，但怎么样呢？但是也太好了吧，做的实在太好。哇，一个云都没有。耶、yeah. ，这个真的要这样吗？因为这个地方是半户外的，然后其实上面风还蛮大的，所以你在上来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就会让你把帽子啊，还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放在下面的置物柜，然后相机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绳子，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去那个他们的服务台借。服务台的服务员超级帅哥，他刚说他要帮我去还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的英文能力绝对是可以跟他沟通的。哇、wow, ，你说跟他要个 line 吗？这个 line line go back go back。其实我不知道什么，但就是有暖气跑出来。也是暖气，真的暖气。The cycle seems to keep on going. Victory wasn't on my side, but then I realize you're carrying me through. 这间是808一直说要来逛的，然后刚好就在这个 Shibuya Sky 的五楼，它一整栋有蛮多地方可以逛的，好像就是一整栋百货公司，然后这楼上就是我们刚刚去的地方。超级可爱，是爱心。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觉得他的照片超级赞，然后实际来逛的时候，觉得本人跟照片比起来，照片看起来是比较赞，所以你有点小失望就对了。对，就是可以斟酌来。想要前往涩谷的 Supreme， 然后那一间呢，我们昨天查了一下，然后就意外的发现它的评价超级爆炸低，有1000多个评价，只有2.1颗星，所有人都说他们店员态度超级无敌差，但我们还是想说去看看到底多差。我点了一杯冰拿铁，然后他点的是美式。其实我们等一下没有特别安排什么东西，只有想好说晚上要去六本木那边吃一个好像是串烧类似居酒屋的地方。我们现在是解散，让大家各逛各的，然后可能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再集合去这边吃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呢，可能就在涩谷这边晃晃。等一下想要去 Parko 那个百货公司逛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就只有去上面吃烧肉，但是在楼下就只逛到那个宝可梦跟任天堂的区域。但是那边其实有很多那种露营用品店，还有一些品牌，像是我想去逛一个 Marc Jacob 的副牌，叫做 Heaven。试衣间的挂钩也太可爱了，这件超可爱的，挑了一个毛衣，然后这个是 S 号。这也是可以叫 Uber 的哦。在日本街头拍照，开咖啡厅照，这种行程就是有够赞。干杯！耶、yeah. ！
我们昨天意外的搭过站，所以就来到一个离我们住的地方也是蛮近的一个地铁。今天就想说走这一条路，结果就看到这间小小的咖啡厅。原本想要吃个菠萝面包，但是那菠萝面包明天才会开，今天没开。干杯。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要去 TeamLab， 对 ，TeamLab， 能够兴奋一点 ，TeamLab 超赞的，它是最赞的连锁博物馆。反正我们来的这一间呢，它其实距离迪士尼蛮近，对不对？对，就是有点在边边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搭地铁转搭公车。我觉得搭公车心情感觉会比较好，因为今天天气超好，所以大家可以边看风景，然后边过那个桥，这个桥感觉超美。我们事先有订好票，然后约的时间是12:30，但现在已经45分。它很方便，是五个人都是同一个 QR code， 就不需要一直换其他的。像我们昨天去那个 Shibuya Sky， 它就是5张 QR code， 然后就要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那等一下脚湿湿的要怎么再穿回去？还是整个展览都是要光着脚？不知道。这边没，我就没去过。好的。但你不觉得现在很像在拍六福村？哦，真的假的？一个小小的开端。哇哦，这是一个小开端，这已经第二展区了，还是小开端？我们目前玩完的第一个展区，它是有水跟一些互动体验的那种东西。对，一开始先上去，然后消毒水的味道超级重，之后你就觉得很安心，因为你会觉得很干净。对，然后到后面呢，就泡温泉什么的，然后它裤子全部都湿掉。对，当然要穿就是膝上的裤子才不会全部。对，然后尽量不要穿短裙，长裙还可以啦，短裙真的不行。里面我有穿裤，因为地上全部都是玻璃，会反射你的内裤。但不得不说，这里比我之前去的另外一个小的好玩很多，因为小的它其实就比较偏向于拍照而已，啊，它没有真的要脱鞋体验的东西。没有没有。我现在要前往竹地吃饭，因为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午餐跟早餐。然后觉得刚那个超好玩呢，就是原本他讲的时候，我以为就是那种站着看的那种展览，或者是只是拍拍照。但是呢，刚那个是有脱鞋子，然后他真的有体验到一些然后不同质地的感觉。对，然后就觉得哇哦，超酷！对啊，希望用你的脚来体验每个展品的不同的触感。对，就真的有跟这个展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不会只是哦你在那边然后拍拍照，然后觉得哦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已经在竹地市场外围这边了，然后我又找一间抹茶拿铁的店，它其实有很多选项啦，有雪米茶什么的，但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抹茶。然后我们买完出来之后，发现它的店已经要关了，超幸运的，差一点就买不到了。我们点了一个 single 的，然后一个是 double 的，就是抹茶两倍浓的，哦，超浓的耶，嗯，非常好喝，好喝。然后我这个是一倍的抹茶，对，一倍抹茶，牛奶味就是比较重一点点。然后我们都是点微糖，我觉得微糖就已经很甜了，其实。嗯，我觉得你的好像比较甜一点点。我们现在在排这一间店，叫做寿司清，好像也是这边评价算蛮多的一间寿司店，因为我们想说找个可以坐下来的店家吃饭。刚那间你们觉得好吃吗？我只能说干贝让我非常的意外，因为它好甜啊。对，我觉得蛮厉害的。嗯，是很赞的。连妹妹都敢吃，妹妹原本是完全不敢吃任何生鱼片的东西。没错，好爽。嗯，好吃吗？很满足。买到了。有个草莓冰淇淋，然后还有草莓大福，三种口味。各位，这个草莓我刚想说，嗯，看起来好像还好，就感觉是那种可爱，但是没有到很好吃的店。结果我咬一口这个草莓，真的超级甜，超好吃，非常假的。我就是大家，我没吃过那么甜，就是我们三个。我点的是综合，它有分草莓、牛奶跟综合。嗯。你根本没吃进去，你就在那边。它的牛奶是很浓那种，然后草莓的话是有点像雪酪的感觉。对，哎，它的草莓好厉害啊，好好吃哦。我们现在吃饱喝足，决定慢慢走去银座，因为从竹地那边走过去只要10分钟的路程，我们这样慢慢散步过去，然后可能逛一下 Uniqlo 或者是那边的那个文具店，他带拍立得来，但是已经没有底片了，所以想说去那边看看。刚讲完马上买到，哎。他刚进去之后发现一个人只能买一个底片，然后爸里妈就想说，那问一下我们五个人是不是可以买到五个，结果他说不行，是一个团体只能买一个底片，所以真的超级无敌难买的。现在这一条就是封起来的路，可以让大家这边拍照。我们现在逛的这一栋叫做 Dover Street， 然后它是一间选物店，它整栋都有超级无敌多品牌，所以我们这边逛到疯掉。然后它其实从刚刚那个银座的超大 Uniqlo 的4楼就可以直接通往这边，所以还蛮方便。我们现在要从银座坐到上野，因为我们订了一个 JR 的周游券，明天要去富士山，后天迪士尼可以用得到，因为富士山来回的价格就已经跟这个周游券的价格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干脆直接买周游券。然后我们现在跑来上野这边的这个机器这边领取我们的票，好像只有在上野站才可以领，其他地方是不行的。还好我有带护照，吓死了！要刷护照？对，拿出你的 QR code， 大家看，这什么？确定你买的是票吗？真的是哎，几张？就一张。哦，继续领取其他。如果你一个人帮其他人买，来这边还是要扫每个人的护照，所以大家要记得带所有人的护照来，不然你就会没有办法领取哦。我们不用担心。刚所有人都吓到，很担心。我们想说要逛一下上野，结果逛一逛之后发现那个糖果店跟药妆店全部都打烊了，所以就想说干脆直接来吃饭。
选了这间很有名的一个鸭的拉面，叫做鸭土葱，叫大葱鸭。然后这间要稍微排一下下，我们刚刚就是先去到外卖机点完之后呢，就过来这个地方排队。我点的是他们的招牌，然后就是最基本的那个，然后再来这个是亲子豆。多吃一颗。它有三个葱可以选，然后我选的是一个长得很像竹笋，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里面有柚子的葱，然后它的面是细面哎，你看，超细的，好吃哎，我觉得味道很咸哎，比我想象中的清淡一点点，没有那么浓。哇！竟然有早餐，好厉害哟！早安大家，我们今天要去富士山。我之前跟文馨曾经有一次搭一个巴士类的车到河口湖之后呢，就发现下超级无敌大的雨，所以我们后来呢就果断决定再直接搭车回东京，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看到富士山。但是小时候有去富士山玩过一次，这次长大后第一次要再去富士山玩，然后希望我们今天去的时候是好天气，然后可以看到富士山的那个山顶。Scared of being alone. 红灯的话就是没有话位可以坐的，绿灯的话是已经有人话位的。我们搭的这一台叫做富士回流，然后就是 JR 的一条线，只会经过大概四还是五站就会到河口湖，所以非常快，它很多站都是不会停的。大家可能要自己上网查一下时间。我们搭的是平日的早上9:30的车，我记得它假日的班次会比较多一点，好像是7:30、8:30跟9:30。刚超惊险的，因为富士急行这一台车呢，它是会断掉的，它4到12会先离开，然后剩下1到3节车厢是还会继续往前到富士山的，所以呢，我们刚刚就是赶快跑到第三车厢，现在顺利抵达了下吉田站。这一站的话呢，有一个小室浅间神社，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神社，里面有小马，超可爱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商店街，那个商店街就是可以完整的拍到富士山的一个商店街，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就决定先在下吉田先下车，然后等一下再去河口湖那边搭那种游湖的船，或是如果要搭缆车的话也可以。我上次去浅草寺的时候抽到的是熊，我们来看看我这次会抽到什么。小吉，小吉，他是说我是小吉的意思。吉娃娃。抽中此签的人，初时有阻塞，近在眼前却难以成功，终有贵人相助，成就事业，获取幸福，常念神佛，虔诚向佛。至少这次是小吉，我已经很满意了，耶、yeah。大吉吗？大吉耶、欸！哇，他大吉耶、欸！我大吉吉。可是我觉得这种签应该是没有不好的啦。可是我们抽到不好的位置，铁齿到疯掉。到了，就是这一条路，可以完整的拍到富士山。
站都是要停下来拍照的。可能找到了最佳的拍照景点，没错。但重点是我们以为会超级冷，结果现在整个热到疯掉。太阳太大了，没有人可以把眼睛张开。没有人。但是富士山超级清楚，真的没有人可以把眼睛张开。我刚刚发现其实有超多个浅间神社，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呢，只是其中之一，它好像还有另外五还是六个，其中一个就是可以登到一个蛮高的地方，看到完整的富士山。但是呢，那个要走超级无敌多楼梯，我们想说我们在山脚下看就好。准备要搭车去河口湖那边，我想要吃一个外观超级无敌可爱，很像一个大棉花糖大云朵的乌龙面，很长，4点就卖完，所以我们应该现在就要马上过去。出站之后呢，又转了巴士，搭的是那种富士山这边的周游巴士，只要搭一站就可以到这个我们要去的餐厅，但是还要走个10分钟。超可爱的，然后是在富士山旁边。大家看比例尺，超大一碗，超大的汤匙。我要开动了。欸，它真的是刀削的吗？看起来好像刀削面。这汤匙真的有多大？我们原本以为它就只是长得可爱，然后是一个观光的景点，食物不会太好吃，但是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它真的很好吃，芝麻味很香，超级可爱，他们自己做的，上面有 logo。 咸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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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们吃完饭之后呢，发现游湖的船它只到4点，然后吃完的时候就已经3点半了，所以我们就搭不到船了。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在富士山已经玩得蛮开心的了，然后现在准备用散步的慢慢走回河口湖站，等我们5点半的车。这很可爱耶。我们晚上就来原宿这边晃晃，因为搭车到新宿之后还有一点时间，然后现在已经逛完了，来吃柚子拉面，又来吃，然后上次吃辣的我觉得很好吃，我这次有点辣的，然后把面改成了那个手工的面。你喜欢吃原本的那个柚子拉面吗？我觉得蛮好吃的，但也没有到超好，就是因为拉面吃完就是会有点忘记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不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吧。手工面加了一堆东西，跟一个叉烧饭，第一次吃他们家的叉烧饭。如果第一次来的话，还是吃原味比较好。对，我也觉得。那如果你之前就吃过的话，可以试试看辣味。然后我之前每次都点错，每次都不小心按成那个换成一个很白的鸡肉，然后这次呢终于点对了，是叉烧。这很白的鸡肉就是有点像平常如果有在运动人吃的那种鸡胸肉的肉片一样，叉烧感觉很好吃。第一次吃手工拉面，我觉得很好吃，我觉得有比原本的好吃，你要不要吃一口闻看看？还蛮好吃的，会柴吗？不会。想要搭迪士尼的这个列车去海洋迪士尼，然后其实我已经有西瓜卡，但是我就是想要买一下这个卡面，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弄这个扭蛋，它是迪士尼公主的戒指。
终于到了，直接冲，这要去哪里？超可爱的，我们现在已经在挑法箍了，进来就要先买法箍。我们都已经买好我们的头饰了，超可爱，他们两个戴蝴蝶跟他叫什么名字？翠丝的帽子，然后我戴的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好像是一个画家猫。妹妹那个就是经典雪莉美，因为上次来的时候是去另外一个园区，所以这次就想说来海洋的，已经好久没有来海洋了。上次来是高中的时候，好像是高三的时候吧，超久以前，大概有个6、7、8年。我上次来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已经把那种现场抽的快速通关给取消了，然后变成说只能在 APP 上面购买快速通关。价格的话好像一个游乐设施是1500到2000块，然后我们想要玩的地心冒险跟蝴蝶的那个都可以买快速通关，还有这个很可怕的古堡，但是这个我们应该没有要去做，因为我觉得真的蛮恐怖的太可怕，而且苏也不敢，所以我们打算这个就算了，然后就玩另外两个，现在就先趁天气好的时候到处走走拍拍照。冒险的快速通关，然后现在差不多可以下去了。这个好魔幻，好酷哦！这是地心的吗？现在来玩这个旋转下去的游乐设施，但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其实一直以为这个就是地心冒险，结果苏说不是，刚刚我们去的那个山洞里面才是，从哪里都玩错。现在来到了这个小美人鱼区，然后肚子有一点饿，想说先吃一点东西。刚刚已经在这个小美人区这边拍照了，我觉得那个艾丽尔那边超好拍。看起来还好，但其实还蛮恐怖的。餐厅里的食物看起来还好，所以我们决定等一下就看到什么小摊贩再买来吃。然后现在先来玩一个小美人鱼这边的一个小小的云霄飞车。哇！干杯！耶！这个超好吃哎，我们都是选地瓜口味，它还有巧克力的，然后吃起来就甜甜的，有内馅，很像改良版的牛舌饼。它是期间限定的，真假的？
续前往下一站，我们买了一个三眼怪的麻吉。等一下来排这个，这个是没有快速通关的，所以我们只能排队，然后它好像会有一个360度旋转的地方，应该很好玩。来到六福村，那我们去那边买土耳其冰。我们刚玩完那个360度的，其实没有到很可怕，我觉得反而第一个地心的那个冲下去比较可怕一点点，腿会麻掉。但是刚刚那个360度，它就是非常的快，所以你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们现在要走去另外一个有买快速通关的游乐设施，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它看起来排超久，要85分钟到90分钟，所以我们决定马上先买，然后预约了3:30到4:00这段期间。我觉得预约快速通关超级方便，就可以直接决定你要几点过去，可能吃完饭才过去，或者是先去拍照什么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那快速通关你只能一次买一个，比如说你玩完了这个才可以再去买下一个快速通关，不能连续买好几个。我刚刚在一个摊贩又买了一个新的耳朵，因为这个耳朵好像只有小美人鱼那区有看到，所以我就买了它。然后我们所有人呢都换上了别人的发箍。808还要买一个 40 也很可爱。所以这是我们要玩的，现在排队的话要排超久的感觉。挑了两个，一个是我自己要的，就是最新出的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是要送给米妮叔叔的，因为他的长得跟他很像，他的头非常圆，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一只哎，我是来这边之后发现，哎，这什么东西？他竟然跟他们是同一个新角色吗？对，新的角色，而且路上也很少人在拿，其他人都是这种淡淡的颜色，他的很亮绿色，而且他不能穿衣服哦，他壳太大。他们去逛街，我去厕所玩就偷买这个玉米片，还有。鸡腿，我现在拿过去找书。这是您点的 Uber E， 拿你来垃圾玩笑。超大的插头。我刚刚又买了一个新的发箍，因为我们跑去玩具总动员那边玩狐狸那个射飞镖游戏，我觉得很好玩。808输了，所以他觉得不好玩。这个头饰真的太可爱了，我刚刚一开始看到808有买，然后我就一直想买，但是一直都没看到，直到我们刚刚在狐狸那一区才看到，所以我就买了它。我真的总共买了3个头饰。Did you fall a long way down?
我们今天要去吉卜力美术馆，然后这个美术馆它在 KKday 跟 Klook 上面都没有办法订，所以我们是找那种虾皮上面的订票代购帮忙订的。它的票价是1000日元，然后那个代购卖400多的样子，我觉得还算 OK。然后加上它的官网是完全没有中文或英文的，只能用日文订票，我又很怕订错，所以我就决定直接找代购比较方便一点。订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个那种序号，还有他的电话，你就要去 Lawson 来领取你的票。我们是前几天就领好了。水晶音乐，我们刚刚从吉祥寺离开到下北泽这边了，因为我们已经蛮久没有来这边逛古着了，所以想说来逛逛看。上次来的时候也没有来到，因为文心他们对古着还好，但是妹妹她蛮喜欢在古着店挖宝的，所以我们决定陪她来。然后原本以为这边的店应该蛮多都关了，结果发现除了原本的没有倒之外，还开了一大堆新的古着店，已经帮你挑选好，过滤蛮多，有点像是选物店的感觉，所以价格会比你在真的古着店挖宝来的高蛮多的，不过逛起来真的是比较舒适一点，你可以一目了然，然后衣服都是已经挑过，所以都蛮好看的。今天我们上去觉得还蛮好逛的，它有一些自己重新在制作的牛仔裤，可是因为它价格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就是看大家有没有兴趣。我自己是觉得有一个牛仔裤还蛮好看，但是实在对我来说太大了，它大概34腰，是男生的腰，然后就想说买比较贵的牛仔又不是合身的，就觉得好吧，那算了。逛累了，现在跑来咖啡厅休息一下下。真的假的？那是奶昔吗？拉西是酸奶啊。真的会拉。我们刚看到拉西，然后想说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奶昔？结果是酸奶。我买草莓口，哎、，blueberry 口味，好赞。嗯，很好喝哎。好喝耶，我要喝拉西。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下北线路街休息，它就是有一些小摊贩，还有位置可以坐，而且椅子超可爱的，是欧美。我今天找一间看起来很好吃的居酒屋，但是不确定吃不吃得到，要看状况，希望可以。我又买了一个，然后808那一杯已经喝完了，他自己又再跑去买了一杯，到底要喝几杯？苏在那边买的热狗堡超级好吃，这是什么口味啊？这个特别的酱料，起司版的，真的、哦，左边那是，右边是一般的。它吃起来有点酸酸的，超厉害的，好好吃哦。我买的就是这一间。这个超好吃。就是这样好好吃哦，有辣哎，它披萨有一点墨西哥辣椒的味道，很好吃，有点像你今天中午吃的，酥肥牛舌超酷，这个超好吃，然后吃完之后会，
清淡，但是它不会没有味道。所以这很像台式加意式的一个结合料理。对，这很特别，这真的很好吃哎。这个布阿尼的意大利面好吃到，我们又点了一碗。算，妹妹点的这个是冰淇淋面包。对，来考试。现在要去吃什么？要去吃一间茶泡饭，它在百货公司的 B2。哇哦！今天是我们在东京的最后一天，然后是晚上的飞机，所以下午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在新宿这边晃晃。妹妹找了一间茶泡饭，看起来蛮赞的。茶泡饭感觉就很适合当做早餐或午餐来吃。就是超方便的，就不用在那边人工点餐。我点的这个是鲷鱼片的茶泡饭。